刚才是你叫他们把灯关掉的。嗯，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。说实话，如果刚才有人闯进来，我想我一定会从这个阳台上跳下去。为什么等着头发一天天脱落呢？在别人发现你脱发以前，我建议你换个发型，理个光头，这和你小青的名字也很相配。我真的没有勇气剃光头，我从小到大连短头发都没有剪过，可是现在看起来也只能这样了。你别动，我来帮你修修这儿。哎，李主任，你这手上的疤是？自己用刀子划的。为什么？失恋吗？我哪那么傻呀？那时候我在医院试验一种中药的止疼效果。那不更傻吗？还有比我傻的，就是我跟你说那个我最崇拜的那个人，当时是我。